不要任何费用，无需任何证件。部分职业无论老幼原乡籍邻行走过客都可以接，咱要有了零门槛，能吸引大家更多的人来接触了。就是说乡村一个小书屋，现在就是大家一看就觉得，哎，这确确实实超市里边是藏的一个小图书馆的一个感觉。现在就是书籍保有量大概都是5000册左右，不适合阅读了，自然老旧了，这些书会淘汰。如果再回到2008年，魏王书院还会去做。我做这么多年，或是做好或是做孬，我一直觉得这个事儿有它坚持的必要的意义。